Hello， 大家好，我是 AI 小西，我是小桃。哎，今天就是大家期待已久的第三位 AI的制作视频，第一次造 AI 有点期待，真的。在此之前呢，有一个也很重要的消息需要发布，那就是大家都知道我们虚拟资源计划的制作组虚颜社。哎，等会儿，我猜很多人还不知道，对吧？哎，这样子啊，那就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虚拟次元计划的制作组虚颜社啊，一所全日制国内重点综合性动漫社。这个是从上到下都这么厚颜无耻的吗？就全称是一个致力于探索如何更有效的在虚拟世界里寻找真实感的研究社，而且脑子里有坑。本社决定正式成立虚颜社偶像部，成为国内第一家虚拟 UP 主。中计了，弟弟！我注意形象嘛，我。你看，这就腿上了。外线三分球，斯文杜克的，太够脏的打球啊，太不干净啊！你老弄那破招，你会用招吗？你，我教你，我怎么？右边。这什么情况啊？不要哭！别慌，别慌！这个是走火海，慢点来啊！急不来的这个，急性子就玩不了这关，急性子就会死。还好我内心平静。完了完了完了，偷鸡好没完，本来死了的啊，我逆天改命，哼。会不会是右边呢？有没有可能右边呢？左边是右边，不对，右边右边他是故意让我看你，为什么？因为你左边难进，左边刺很多，你会恐怖，你会恐惧。对，他是靠哎，好像还真是右边，我看看。反正是右边。耶，来，保安不？
没想到最近会有。为什么叫李大姐？第一的话，他就会说大吉大利，晚上吃鸡。那如果再这么，就文明就拉了。我们去救罗叔还是算了？我就崩掉一个。哎，你把队友打死了。哎，你把队友打死了。那必须要游泳，游泳的时候咱们啥也干不了，不能开枪打人，非常被动。这边后来好多敌人，我们用物资。哇，这是个活人吗？直接盲射，这么近直接盲射他。咱们四周围好像都是敌人，把我们给围了。尽可能的用咱们的枪，能杀几个是几个。这种手雷在咱们对面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我靠，这掩体是吃干饭的，这掩体。哥们儿在干嘛呢？洗牌呢，过着古老的生活。要劈了啊！劈没了，大叔牛逼！哎呦，有手！好了，各位球迷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16-17赛季欧冠的决赛的现场直播。我们现在操作的呢是皇马的队员 C 罗，对面两名小将是布冯以及这个杰利尼啊，看起来要射门，直接叫吹射，这球被门将扑住了，布冯，年轻的布冯。小将布冯将球报到，加油，机会了。来就不得行，不给了，算了算了，不让踢了，不让踢。布冯选择了把球没收要回家，欧冠决赛到此停止。走吧走了，没了没了，不让踢了，不让玩了，把球收了。你看这地方这妹子长的，看这妹子，嘿你好，哎哎大妈你。眼宝子。歌唱博，歌唱博是唱歌。我操大妈你这，大妈，我操大妈你这七星种啊！大妈你这个，我靠！大妈你，大妈哎，大妈你别吓我人了行吗？大白天的光天化日你这，我操大妈你这很羞涩，脑袋缩在了衣服里面。大妈，我操大妈，大妈伸出来的，快跑快跑，闹鬼了快跑！我操，还两个头盔。哎呦，大哥，误会啊，大哥。来，你给我过来。大哥，误会，我操！哎呦，我的个妈！哎呦，漂亮 ！Nice 啊！一 v 四了，让你打不到我，你打不到我的，你打不到我的。嗨呀，嗨呀，终极灵魔走位。都来了，牛哥。左边有人打你了，牛哥。左边那两个那两个赤毒的要打你。漂亮 ，nice 啊！跑起来，牛哥，奔跑吧，往右边跑吧，牛哥，左边全是人啊，牛哥，往右边跑吧，真的，右边有个坡可以给你挡一挡，说不定就吃鸡了呢。漂亮 ，nice 啊，厉害了，走右边，牛哥，走右边的坡下面，真的，再吃个药。相信我，牛哥，你能活着。对，就在这一趴，直接吃个药。右边没人，别管了，把药吃上。漂亮 ，nice。往里看一眼，牛哥。左边没人看见你。啊 ，nice 啊，就是打不中，厉害了。左边那俩逼没看见你，牛哥，把他爆头了吧？要不？这个菜逼在那瞄人，牛哥，正前方，爆个头吧，给他。要不继续往右边走吧，牛哥。左，他们不知道你在哪儿。这你妈东方神锅啊！这个锅打得七八发啊，他妈东方神锅呀，我估计这把应该是进前四的。哎呦，这是哪，我怎么死在海上啊？这把应该是进前四的。这边走了，这边有鬼。
I stay away from here. Stay away from here. Jason, Jason, it's coming.哎呦，这个大壮天天睡睡，咋心咋这么鸡巴大呢？还睡？起起起起起！大壮交给你个任务，把这狱警给我干了。配合，拿着棍子，我卡门里了，大壮，死！打他呀，大壮！全打死，全打死了！放东西，放东西！大壮扛住了，我收拾东西啊！哥们儿，哥们儿，钥匙先放你这儿啊！来，搁这儿一把，来，给你！哦，你哥，东间取苏哥。晕了，晕了，晕了。行行行行行。晕了。完了完了，我操！他们在搜大壮房间。大壮，他们搜你房间的。大呆猫，来，我让你走。不好意思，兄弟，我把你害了，我操！把你害了，没事没事，旁边还有东西，你别慌啊，你没事啊。你顶多关几天禁闭，大壮啊。どれにしようかな。开门了，开门了！看我尼玛怎么拿电钻钻你比眼睛！走，死给我！大壮收东西，大壮人呢？你这你洗澡去！我操！哎，哪里有哥哥呢？哎，哪里有哥哥呢？这谁管教？哪里有哎？哪里有哎？砸门，砸门！哎，哪里有？门给砸坏了！哪里有哥哥呢？哎，又没打着吧？没打着吧？对，我有钥匙，为什么要砸门呢？先把枪，先来一枪秒了他。来人了，来人了，来人了，走到这个房间。走，怎么没打着？操！哎，两枪都没打着吧？死！死！我乃东边军苏哥。哎呦，浮皮从楼下方，大西北小户口，我操！全凭这身骨头挣吃喝，知道吗？还有谁？どれにしようかな？何をかかな？どれにしようかな？行行行，吃吃吃吃。どれにしようかな？何をかかな？何をかかな？周信将军还能活多久呢？再说吧，赐给周信。
哎，还给我准备两个海绵垫子，你看了吗？这海绵垫子肯定是海绵垫子用来干嘛的？搭起来，把海绵垫子这个门钉死了是吧？这门肯定是用不了了，把海绵垫子搭起来啊！哎，罗上，罗上，然后我就往海绵垫子上一站，我就能跳过去。你看，本来是给你设计了三个海绵垫子，但是我现在把一个海绵垫子竖起来之后，一个就够了，你知道吗？这个游戏就是这样。直冒烟，这海绵垫挺埋汰啊！玻璃能打碎吗？我操！你拿海绵打玻璃啊？你家拿海绵打玻璃啊？我操，真能打碎！那我还垫个屁呀！可有敌将？目前没发现，捡个全息。我没感觉到有人呢。这是你表现的机会，表哥，一瞬间冲上去，我保护你。操你妈吧！啊，有人吗？进呐！操！咱们礼貌一点。我操！哪里有个坟啊？这是人家家。还活着，有一个兄弟离我比较近，在我这个房子的，他要进来了，他要冲进来了，牛哥估计来不及救我。好枪法，牛哥，还有两秒钟，能救我吗？我跑出来了，我跑出来了，摸一下就好了。哎，哎啊！这，等会儿，等会儿，大家集中一下，集中一下。等收圈，等收圈，等收圈。我在安全区，我也在安全区。你们俩去安全区，你们俩去安全区。我在安全区，我在安全区。缩了，缩了，缩了。这还能输啊？哦，小伙子，你枪管漏水。哎，不得，对不起啊，对不起。这，我知道你妈的大是有军，铁老虎，我的大了，我大了，我操，我谁我爹啊，我他妈的被你打中了。哎呀，这你妈贼他妈尴尬，我操！哎呀，这你妈贼他妈尴尬，我操！我看一个很长的枪管，我没看到墙壁后面名字，我操！ここでいいかな？球像你搜到哪儿去了？进屋了呀。那里没东西了，我不管这个。都是有可能。漂亮！他配这一次配这，我操，这波他妈太神了！憨贼，哎，不是这什么东西啊？这憨贼，我操！干嘛了？六一儿童节，我操！这你怎么出来这么快的了？我勒个妈！这波节，我操！这波节过的我的，哎，节日快乐！节日快乐！鬼叔叔玩童节大礼包，我操！要死了！鬼叔叔假装一场不经意的安排，没有一点点防备，他就把大礼包丢在了地上。哎呦！将他前排全标了。哦，这里还有一只。后排先用这个手榴弹炸死他啊，用这个遥控炸药炸掉他，放在他的这个脚后跟引爆，好，趁乱四个搞定，还留下一个兄贵啊，他很迷茫，前面看看，哎呀，前面的兄弟死掉了，后面瞅瞅，我的好哥哥们也都倒下了啊，这种落单的孩子你知道是很寂寞很孤单的啊，我们去抱他的菊花，不怕他的，他武器好厉害，简单药，这还剩一个敌人了，直接爆头，爆头，20发头部射击，解锁一个成就，就是20次的爆头。这边注意看地上的线，看到没有？不要踩啊，看到没有？地上的线不要踩，一踩我就 GG。尝尝这个，尝尝这个，
奶奶。お店開けますよ。うわ、大家就当无事发生过吧，好吧。参ったな。太好了，太好了，还有这种操作的啊。드린가? 고스가러